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郭书瑶在《未来妈妈》中饰演的佳菲，经历流产痛哭失声，让许多观众也跟着落下泪。郭书瑶在 IG 分享剧照，调出许多妈妈们留言，有些是刚生完宝宝的新手妈妈，有些则是也跟佳菲一样经历过流产的妈妈。郭书瑶分享拍戏心得，图翻摄自 Instagram， 要括郭书瑶碰出剧照，写下看着自己心疼的人心疼着自己，在自己面前装没事是最令人心疼，不过却又幸福的事。不少网友在底下留言分享观后感，也有刚生完小孩的妈妈表示才刚生完，手里正抱着新生儿，看到剧情直接哭爆。也有去年刚经历流产的妈妈留言，去年我也哭到不行，留言处成为一个小型讨论区。郭书瑶剧中流产，图翻摄自 Facebook 电视台。郭书瑶在拍摄时听了很多个案分享，让他对妈妈这个角色认识更深，也更知道生命的来去不是人为可以决定的。不同于刘品言拍了戏后想冻卵，郭书瑶选择顺应自然。许多观众也在这部戏中发现郭书瑶的成长，夸他演技不同于以往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